再来，我要在两分钟说完，陈公听注意事项。我是古阿德，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在成功厅看表演不被赶出去的故事。第一，大家都会想要嘘嘘或嗯嗯，但请在主持人串场时间前往。第二，如果你真的很想把食物放到嘴巴里面，请到成功厅外面再把食物放到嘴巴里，不然工作人员会把你赶出去呀。第三，想用手机讲电话，想用手机传讯息，想用手机拍照，想用手机录影，想用手机做任何事情的人，请你到成功厅外面去做，不然工作人员会把你赶出去啊。各位观众，老师在说你们要认真听啊，违反规定的人就一定会被赶出成功厅啊，科科。谢谢。以上就是我对成功厅注意事项的二次创作。